他刚刚应该是把我给拆出去了，他觉得我没动，好吧，我会动的，你才不动呢，我这就是打单机，好吧，我糊了，你随意。哎，他不会没动吧，太安静的可怕，我跟你讲这个地图他可能又没动，我真是颓了。我他妈的真是颓了，我打这么久容易吗？他这个人会不会是开挂的呀？这个人是不是开挂的呀？怎么可能连续两盘啊？算我输了，算我输的。这是不是遇到挂了呀？我跟你讲，即便是平行宇宙，我把它拆掉，应该也算我赢的。哎呀，我操！我好像真的智商被爆了喂。他喵的会动的咯。你看他。妈了个臀的，他再动哎！完了完了，要不不看了吧？哎呀，我靠，要不别看了吧？要不看了吧？这有啥好看的？看了不看？哎呀呀呀！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现在打个天梯不容易啊，勾心斗角。